信亚贝亚是台湾民间信仰当中最出名的鬼车。相传这对专门抓鬼魂的神明，在生时是结拜兄弟，要过后来要来做伙做神风爷的保障呢。叶台帮叶圣宏是大稻埕自古以来的圣师。听讲叶圣宏进前有一个暗访活动，就是靠着七爷八爷沿路苦瓜恶线为圣宏爷开刀。请收看今仔日的《戏说台湾》，七爷八爷收刀的。不是你阿母，啊，不是才一天没看到，你阿母哪会变到安尼啦？秘书敢那僵尸嘞？我是有到我阿母真正变到安尼啊！哎，真正变僵尸，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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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哎呦呀！哎呀！哇！哎呦，你安尼是何苦呢？装死人活受罪啊！恁阿母无死哦？哇！啊，即卖是啥物情形啦？歹势啦！我着吼，我阿母一个人要来问我宝啊，我家己出啥物意外，所以找你做伙来啦。哎呦，啊原来是安尼哦！啊，要我惊死哦！阿母啊，以后你着莫安尼找家己麻烦啊啦。啥物咧找麻烦啦？讲到这你都唔捌啦，人这是一位仙咧甲我教呢。伊讲吼，若是会当伫个棺材内底倒一枚，哦，我就会当哦，安尼啦，去再去啦。啊，我讲阿姆嘛，啊，你真正是足好胆的呢。啊，连迄棺材你也敢倒哦？你唔惊歹命来找你哦？哎。歹命有啥物通好惊的啦？人我即马上惊就是。无钱尔啦，好，我要回去倒棺材吼，啊，你莫甲我搅扰啊！哦，阿娘喂，阿娘熊熊遐尼啊寒啦？哦，那是姐啊，妹啊，时辰到啊，随我来。你们两个时辰还未到，有考道观杨叔，退下。我不爱死啊！真的，救我！七阿伯啊，我拜托你了，把我母放回来好不？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。阎王注定三更死，绝不留人过五更。废话敢讲，行吧。阿舅爷，阿母啊，我不爱死啊！等嘞，你拄才叫啥？我咧叫伊啊，阿舅伊啊，唔对呢，奇怪，咱今日要砍的亡魂，唔是这个名，啊，不过时间地点拢同款啦，那有可能差什么啊？可能差错。恁看啦，迄棺材内面阁有倒一个啦，啊，恁要抓的人，敢会是伊啊？哎，对啦，恁要抓的是伊，唔是我啦。哎呦，这么害阮抓唔着人诶！少年诶，你袂歹哦，哈哈哈！别变诶，行。啊，阮阿母诶分配吼，叫阮狗去看会着因。啊，想到咱两个嘛，看会到七阿伯啊，对呢。哎呦，好啊！哎呦，你莫阁想我啦，咱赶紧来去等啦。哦、我银两卡，我无法度行，去甲我擦咧啦。赶紧啦，来等啊啦。好行啦，好。我甲您讲，昨暗时啊，大地行的吴老板哦，死翘翘。这是这个月啊，第三个好业人。用魔灾害病，大家哦，拢死甲足凄惨的。
乡亲的手段有够粗残的啦！为着要保护咱规庄安全，我希望咱旧班会当加入斗量凶手。要斗量凶手，这是为虾米呢？我咪娶某呢？我赞成。嗯，阿姆哥班主啊，你敢会亲身娶队去掠人呢？我，我唔对啦！我相信啦。只要有班主英明的领导之下，咱一定真紧就会当抓到凶手。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讲，咱即马就请班主带咱去抓凶手，好唔好？好。等等下，冷静冷静。抓凶手？靠腰！我要失去恁去，恁颠倒我一下，看我跳。抓凶手这小可代志，交予恁去处理就好啊。我老大呢，我爱一个袂有智慧，安尼唔才对。敢讲你袂烦恼，苦劳也较受恁的安慰。好，班主啊，你莫乌我嘴啊，要收恁来黑家刁安。正个，班主伊讲了对，这凶手下手的目标拢是好野人，安尼苦劳也真有可能是后一个目标，安尼受恁危险呢。对，我答应你，我替你去抓凶手。刁安，哎，真好，刁安。看你啊，哈！七阿伯啊，在上，地主林调安，地主廖俊杰，今仔日专工来请示，因为村仔内出现重大的杀人案件，地主要去枪打凶手，拜请七阿伯啊，予地主一挂指示，予阮知影要去倒位抓人，让村仔内一个平安，无代志。乖，我一点啊指示拢无啊！姐啊，妹啊，阿玲讲话啊！哼，听听，你来你来，你来看你来看，姐啊妹啊，你看我呢！姐啊妹啊，我知影恁伫遮啦，恁哦，叫阮一个指示啦，好平安啊！看伊两个搁吃饱饭，知影破案要来找咱，啊，咱就给伊一次机会。谢谢啊，多谢多谢。哎，先莫讲多谢，你们问的物件是天机，不可遂，干那会当用目睭来感受。来，爱注意看哦。哦，我知啊，这是翁当对无？这就是啥哩？啊，这更加简单啊，大处对无？对对对对对，您拢有对啊。当啥哩大处？嗯，迄毋着靠家。哎呀啦，俊杰，多谢四阿伯啊，多谢四阿伯啊，啊，我先走啊吼。我当初在比赛，我家己都唔知。因两个哦，竟然能看破天机，袂歹。因两个哦，有慧根。哎，迄唔啦有慧根，啊嘛代表讲吼，因两个敢若有缘，无怪嘛看会着咱呐。
卡里啊，是。别管，别管，我过来我就会死。哪呢？咱的秀英麻烦在内底。对啊，紧救我！秀英，你莫着急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退后！你搁进前一步，我就会死。可恶！这两个是什么人？柯总部竟然请两个高手来斗三工，害我中计。姚安，你不是要抓秀英？要不你想办法把秀英救出来。你把秀英放开，我跟伊交换做你的人质。不可能！退后！我这马就要死。不然好不容易够被害人。林湖小画刚好，马过来，马到这。天皇做天开，地地心转拜赤，新兵积极如利令。竟然去让两个唔正囝给我破坏掉，还够你啦！你是安怎要用法术救柯总部的查某囝，还够迄两个唔正囝？武雄兄，你无表示柯总部，其他的人拢是无辜的，我真正无法度替你后背杀人啊！你，说出去啊！春丽啊，我知你心肝好，这几年对我做这么多伤体害你的代志，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放心。以后我袂对付因啦。真是的啊！我就知影武雄兄不是歹人，袂有被杀人。你别甲我斗三工无要紧，我同款能去甲因拄着。奇怪，啊，米玉伫桥顶要决斗，啊，人呢？时辰还袂到，阿爸，恁怎来啊？阿伯，阿爸，你讲你有代志要找刁安讲哦？是毋是要讲婚事啊？阿查某囝，查某囡仔人哦，唔通遐尼啊大面神。今日走较早个啊，予刁安啉，阿春个代志，阿爸甲刁安讲就好啊。好，我来去抓药啊。给你。刁安啊，阿伯。这的事你客气，有多远你敢走啊？别再怪秀英看到你。啥？阿伯，原来你不是要答应我跟秀英的婚事啊？阿伯，歹势，我袂当摕你的钱。我要娶秀英，我跟秀英是真心相爱的。阿伯，我求你，你先转运好不？就凭你，你也是我。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开嘴就是要得到我的宝贝仔查某囝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世人永远无可能娶到我的查某囝。喂，安奈你一个人来？柯总部迄个囝在咧。原来你就是迄间后面的凶手。无唔对，恁两个敢破坏我的计划，今仔日我就把恁两个人解决掉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
去寻狗啊。随我来吧。奇怪，我明明就听人讲，准备行对这来啊，奈无看到人。这个，平安。准备，你精神啊，准备。无喘气啊！奶奶，这个，先做安尼，这个。你做啥？教我连插一摆就溜手，拜托啊！紧甲我放开啦，迄条有危险呢。想袂到这两个人的正义这么深着，连教训的拢欠啊绑袂牢啊！啊，不过咱嘛是爱公事公办，要准备，爷吧。行。是安怎啦？敢讲呀？你是谁？谁在要杀我？我有讲过，只要阻挡我杀高总部的人，拢爱死。是你？你就是凶手？敢讲准哥也是你害死的？我即马就送你去甲伊做伴。我要替准哥报仇。我要让伊做水老师，应是不得超生。不应该。正凯，你放心，我袂让你变做水老师。车伯啊，你不是要交我的魂吗？即马紧交我交走啊！拜托你，莫交刁安的魂啊！刁安。阿伯，我知影我无钱，也毋过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认真去打拼，照顾秀英一世人的。请你给我一摆机会，好不好？无可能。那么，我替阿伯抓到迄个想要杀你的人，安尼用的无？虽然我毋知影阿伯甲迄个人有啥物冤仇，也毋过既然你是秀英的阿爸，嘛就是我未来的丈人吧。我一定拼性命保护你甲秀英，袂予任何人伤害你，安尼好无？唔通啊！等！敢甲我作对，就是这款下场啦！畸形狗啊！行吧。我不要伊还阁有阿母爱生，伊袂当死啦！无咧，赤贝啊，我嘛求你啦！你先予爹安当伊勇敢啦，伊阁有一个未婚妻咧等伊咧，伊真正袂当死啦！我求你啦！这边的啊，你看因两个人安尼这尼啊重情义着，连死法拢甲咱同款，啊一个是去用阴死，一个是去用定定死，无定着真正是甲咱有缘呐。是啊。阿爷，啊！这勇敢的代志，咱无法度出卡手；啊！这阴间的代志，咱当淡薄做主。你想的敢袂跟我同款？就是安尼。我哪平安呢？你哪平安呢？哪平安呢？
这是。既然你甲阮有缘，阮两个决定收你来做徒弟接班。无唔对，头拄只你已经卡过头啊，我就当作是拜师咧。我将生死簿甲交婚链交代予恁，那呢，咱终算会当放长假。啊，你知影无？阮逐工奔波伫咧掠鬼魂交车，啊，你甲看，我拢算啊咧。七爷，啊，你遐尼啊，嘛叫做有算啊哦？来，啊，你看袂出来哦？我嘛是啊，我咧逐工咧叫魂叫魂，叫到人的声音拢变粗啊！哎，别讲遐济啊啦，我足济所在是要去度假的啦！赞赞赞！来，啊你搁徛伫遐做啥？去掠鬼魂！掠鬼魂？啊，不过我唔知道要怎做啊！规定吼，你着照西施婆的指示去做就对啊啦！切记！绝对袂当扰乱勇敢。行啦，咱先等下再讲啊。这是咱等于勇敢唯一的机会。多谢师傅。去去去去去！既然今仔生死簿。还有高分人在咱的手头，咱即马转去找迄个凶手报仇，咱绝对袂让白死。准备啊！准备啊！无你即马是安怎？你是咧想起啥？武雄兄，为什么你爱阮妈妈去杀迄两个交班的人？我甲你讲。甲酷狗有关系的人，绝对不是什么好人。就算讲伊死，一点也都无无辜啦。准备啊！我问你，你即马是不是唔肯甲我斗三工？哦，既然是安尼，你即马让我离开啊！卡叔讲，我咪想要甲你斗三工，为什么我替伊两个人收尸，替你接应着？我办来一步啊，吴雄遐超工甲我应开，想袂到是来杀死这两个无辜的人。我即摆会当做的，就是袂用阁予伊的身体等伫红高野外。吴雄遐，想当初我沦落街头，想要卖身葬父，咱两个人无亲无故，你看我可怜，予我自己办后事，嘛无甲我买去恁家。迄个时阵，我就相信你是一个好人。哼，好人？你毋捌听过好人无好报信？过去的代志我无想要听。我跟你讲，无你甲我斗三工，我同款能去报仇。你即马就走。我绝对袂离开你啦！我会等你八分较早的你。无雄兄，算我拜托你，报仇了后就收手，好无？原来你叫做武雄哦。你的时辰到啊，随我来吧。想袂到，伊两个要来找武雄遐讨命。武雄遐有人来，紧走！无啊，无人啊！紧走啦！好，来，我们走。那走起啊！哪里让侬走好啊？快走！看你要走到位去。哪里呢？不要紧啦，等要抓伊机会，还佫较济个啦。你是不是看到阮啊？哎，到底是看会到，看袂到啊？好啊，先莫猜啦。你先来处理王伟雄代志，你把迄生死簿摕出来，看王伟雄会当活偌久。哦。
是啊，今日我个八十岁哦，这刚够体力啊！真正是好人无好报，歹人得结婚啦。我看这位姑娘身光还阁真善良。伊的弟弟王武雄的身躯边，应该是有不低于口中。只要咱会当说服伊甲咱合作，把王武雄杀人的证据拢总压出来，啊，就算王武雄会当活到八十岁，嘛是去用拐到头毛洗纱布啊，对吧？有道理，来，咱紧来找伊。好，阿人呢啦？奇怪，人呢？呀啦无，你是安怎摕水甲阮看？而且甲身躯扎起甲阮看。啊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看得到恁啦，到底是要创啥？你真正看得到阮哦？哎、欸，真好嘞，安怎报仇啊啦？对啦。啊是讲，哎、欸，你是安怎看得到阮两个呀、啊？我听人讲哦，若是看得到四爷甲八爷，就表示这个人死期就要到啊。阮两个哦，当初就是因为看到四爷八爷，所以才会。因为我自细就阴阳眼，所以无应该看得到，我拢看得到，这对我来讲无稀罕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姑娘，阮知影你是好人啦，阮真感谢你替阮两兄弟收尸，无让阮做狗命鬼，真正足感谢的。莫甲我说多谢啦，我有甲恁两个人鞋仔放伫咧桥边，嘛有甲大家讲恁是的代志，才袂让恁厝内人一世人拢来找恁。人咧，迄、那个尸体咧，你带伫倒位？敢有甲阮阿母讲？所以我袂当讲啦，因为寡妇着知影你上人杀死，安尼不用遐有麻烦，歹势啦。你这什么意思啦？转过转过，我来甲伊讲啦。公牛啊，阮希望你会当甲阮斗三工，提供王武雄杀人迄证据，让伊接受着王华的制裁。无可能啦！是安怎无可能？你无认识伊，武雄遐毋是歹人。哎呦，准假啦！你们做啥啦？要出门，我阿母的命。为甚变遐尼重啊？我的生死簿嘛是呢。系啊啦，准哥。因为咱违背生死簿的指示，扰乱阳间，让阿舅伊度过死劫。即卖咱加做一百年的高分暑假，才会当行这个因果啦。不要紧啦，只要会当救我阿母一命吼，不管是一百年，还是五百年，我拢不要紧啦。
咱即马来要发书，我来帮我阿母赢钱啊！袂用啦，俊杰，你就是安尼啦。恁阿母遐尼爱跋筊，拢是你生的。敢讲你爱伊一世人，拢靠跋筊为生？你无听过十跋九输，见跋见输啦？万一佫甲昨暝共款，欠债是要安怎？这，咱即马应该想办法，紧乎恁阿母改筊，迄毋才是真正为伊好。你讲是有道理啊。啊，不过咱要哪做啊？哎呦呀，我输掉都已经足无助了，我乃无带无钱，搁行为车来啦。朱贵姐，七爷伯爷，那个是恁啦，恁这个是不是搁念唔着人啦？一遍无念唔着，就是你，朱贵姐，随我来啦！我袂啦，我袂啦！哎呦，恁两个吼实在有够无良心的啦！我囝都已经予恁掠去啊，啊，即摆干那剩我一个孤单老人，你搁唔帮我煞？你也搁敢讲恁囝？你把恁囝留予你的钱，全部拢摕去跋筊输了了，爷安尼敢算是人的老母？你囝若是伫咧地下知影，你想伊敢惊了会安心？嗯，真个，阿母对不起你啦，真个。囝，我即马就要甲伊拍落去真实的，予你后世人做许只子，囝。我不爱做猪啦！这就是你爱跋筊的下场。我不爱啦，你给我放开啊！俊哥，俊哥，我爱俊哥，俊哥，阿母啊，是我啦，我等来看你啊。你是俊哥喽？对。俊哥。你真正无死，真正是你啦！俊杰阿母接受你安尼。阿母啊，今日不好啊，即卖已经无办法好好友好你啊。你一个人哦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家己，一定要振作，好好活落去。天晚咯，唔通让伊跋筊啊啦！阿婆我，我真正对你袂放心啦。俊杰，阿母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改嫁。从今以后，我袂阁去跋筊啊！我一定好好活落去，俊杰。俊杰，时间差不多啊。什么时间差不多啦？你要去倒位啦？俊杰，俊杰，俊杰啊！娘啊，我阿母的代志已经处理也差不多啦。即马，咱会当专心对付你的王武雄。秀英，新王爷，听人讲。王伟叫脚跋落淹死啊！尸体到今嘛搁找无，心如苦秀英，伫个只困求新王爷，予我因搁看到伊最后一面，好好甲伊安葬。秀英，你听得到我讲话无？秀英，秀英，我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躯边保护你，我
我永远拢袂离开你。想要创啥？是不是搁要害人啊？陈敏，你放心，柯总部的查某囝，我无像你简单就会死。我先来了解，为了柯总部，带我来去啊！秀英的命，敢讲王母娘想要害死秀英？不行的，我袂当让伊害死秀英，秀英袂当死，我要阻挡伊。哼，真无简单，我阁食予大哥倒来，啊，顶时就来警告，讲咱徒弟哦，阁伫遐乌白来，根本无听咱的架势嘛。我看哦，规日将你发的拢收倒来，还免你扰乱凡间。不行的，我袂让你伤害小英。进，进，奇怪，怪发顺哪会失灵啊？无我来试看卖。我嘛无好呢。哪安尼啦？一声，恁无倒乌白来啊吼！算下来，就要予你一挂机会教育，才会用的。等等啦，我袂用走啦。我要把我空给我家己啊！哎，小英人呢？小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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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，这人要死了啦！这一包就是要叫咱来交伊魂啦！这要哪用的啦？小英这摆危险呢，咱这摆若是无赶回去，等一下就是要交小英的魂魄啦！我袂当让小英死，我袂当去救伊！奈何桥顶叹奈何，望乡台上归望乡。生死无奈，咱的徒弟无多体会，咱做事啊无牵加袂用的。无咱先休困一下好啦。这嘛是真好的时机，赶紧出手，啊！条安呐，俺这嘛变乱了。我不爱收伊的魂片，若是要逼我收收伊的魂片，我甘愿不爱做死阿伯阿的徒弟啊啦！安那安尼啊？安尼袂用的，因若是拒绝执行生死簿的任务，就是犯着天条啦！咱真无简单，才找着这两个徒弟来接班，千万袂当犯出代志。秀英，刁安啊，你放心啦，做兄弟的哦，我一定挺你到底啦。家家吼，咱做伙落地啊。反正我本来死路一条啊啦。真个。不用啊，
袂使阁无用影阁害人啊！啊人呢？带无去啊？春美，春美啊！我问你，人样样无去，这是抓人脱身术，是不是你踮遐变鬼变怪？唔是我啊！也阁讲唔是。春美今麦开始跟我作对啊，安尼袂用的，我爱赶紧想办法。管奈者，敢毋是甲俊杰拖落水啊？而且，嘛高护士对咱的看重啊。白面的啊，你看因两个人安尼这么啊重情义着，连死法拢甲咱同款。既然你唔甲阮有缘，阮两个决定收你来做徒弟接班。切记，绝对袂当刁乱用干。伊的魂魄若是走去，就会变作孤魂野鬼，会害伊无法度投胎。看来我无出手袂用的啊！稍等下，互因考虑一下。我相信咱的眼光袂唔对。条安啊，啊即摆是安怎啦？俊杰，真多谢你。也毋过，我袂想要阁甲伊拖落水啊。而且，若不是师父收咱为徒，咱的下场就可能就甲伊共款啊。而且，咱有答应过师父，咱总袂应该对不起伊啊。俊杰，执行任务。行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安尼就对啊，咱就会当好好啊去度假。阿妹，阿妹，咱两个拄则毋是伫咧树仔脚歇睏，哪会倒来房间啊？奇怪，哪会啥物拢想袂起来啊？对啦，你把这显示窗啊拍开啦，看秀英的名，敢搁有伫顶悬？无去啊，秀英的名无去啊，安尼秀英就袂死啊。对啊，啊不过，小段也无去啊。我嘛唔知影呢。哎，只要秀英无代志，安尼就好啊啦。行啦，咱先甲亡魂牵转去。行，行。有好康的要甲大家讲啦，我阿秋姨啊，我要重出江湖咯。那和我做媒人的一定是包娶包嫁嘛包生哦，而且阁是生双生哦。哦，秋姨啊，哎，啊你讲包娶包嫁啊包生，阁双生哦？对啊，真的假的啦？嗯，当然嘛是真的。恁今仔日会当第一只看到我阿秋姨啊，恁真好运哦！我是专工要来甲大家吼做媒人的，那是和我做媒人的，一定是双双对对，荣华富贵。恁大家讲好唔好啊？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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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要找你讲亲戚。武勇兄，我问你哦，你敢真正要娶柯小姐？当然嘛，真的啊。为什么你不是讲要报仇，是安怎搁要做柯总部的囝婿？真简单，我要先娶伊上宝贝查某囝，然后我才够会失去一切。生不如死。要唔过？好啊，没要唔过啊。春美啊，你唔是叫我卖阁抬人？我答应你，我即马就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伊，你应该袂反对吧？啊，
啊，你哪会娶伊？那安尼我嘞？你安怎？我。你放心啦，以后吼，你赶快跟在我的身躯边，将来我所有一切，一半是你的，我袂亏待你啦。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，反正我就是卖你娶伊啦。啥？这个杀人凶手要娶秀英？什么呀？啊，你是安怎要反对啦？因为你还是伊的未婚夫，伊即马甲伊的朋友变成七阿八阿，要来找你报仇。你看，伊即马就徛在你的边啊。你若是要娶柯小姐，伊绝对找你拼命。无唔对啦，绝对找你拼命。七阿八阿，你莫甲我吓惊啦。哼，我无咧甲信道。来啊，七阿八阿，来领我。来啊，啊你怎个在做？啊不来。啊，不是要抓我？来，进来，我等下叫你抓。来，这歹人真正有够笑，有够嚣掰啦！好诶，好。什么呀？你看吧，根本就无嘛。什么呀？你莫用七呀八呀要来我吓惊啦，啊？什么呀？参像这款无良心的人。根本无代志，你对伊遐尔好啦！你还是紧听阮的话，把伊的罪情拢讲出来，予伊接受法律的制裁啦！袂用啊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走啦！哦，我走。等一下啦，我唔是咧讲你啦。你唔是咧讲我，啊无咧讲啥？准备啊！我知影你是一个好人，也毋过你千万唔通甲安尼进门问我啊！免恁管，你走啦！无啊，我拄仔就要走，是你讲害我走的啊！我唔是咧甲你讲话，你唔是甲我讲话，无你甲谁咧讲？纯美，你听我讲。唔要再讲啊啦！纯美，你，哎，俊杰，小英出代志啊，咱紧行。纯美啊，啊，我即马是要留伫遮，还是出去？你，我真正是无想要跟你讲话啦。好啦，准备啊，准备啊，准备。我哪有可能唔知你对我的情意？只是今麦唔是讲男女私情的时阵，我亏欠你的，以后我一定会弥补你。哪失灵啊？安尼要安怎啦？秀英，你有听到我讲话无？秀英，你千万唔通想袂开，你要好好活落去，知影无？秀英，秀英，秀英啊！哪有人在叫我？是我啊，秀英，你有听到是无？你继续讲啊，我听伊听会着呢。建议去，秀英，你听我讲。虽然我无伫咧你的身躯边啊，也毋过我希望你一定要勇敢活落去。我无想要搞你的婚别，我嘛无想要送你行远绝路。你还阁有属于你快乐的日子会当过，你知影无，秀英？条啊！敢是条在甲我讲话？是啊，是我在甲你讲话，你真正听到是无？秀英嘛，秀英嘛，
救命！救命嘛！救命嘛！啊，你是咧创啥？阿爸干来，你会找我囝尔咧？你千万唔通想袂开！啊，你敢讲你忍心甲阿爸等咧？你无要管？阿爸，我这世人等阿认真，我是刁安的某，我袂阁嫁别人。你别阁骗我！你别阁骗我！我就是要你看。好啦，秀英啊，你较冷静咧。你想我清楚咧，你阁这么少年，啊未来路阁这么长，啊你真正要为着伊守外挂？你想看嘛？啊，万一有一天哦，阿爸若是死去，阿爸你一个人孤孤单单，啊你是要安怎啊？你也来想我清楚咧。我唔管啊！别讲骗我，别讲骗我！好了，阿爸别逼你，阿爸别逼你哦，咱先去外头再讲啦，行，乖哦。对啦，看来秀英听到不是你的声啦，不要紧啦，只要秀英无代志就好啊。公主啊，阮厝人吼是唔敢讲偌好个，啊，不过这四万黄金吼，我是无看在眼内，你也是加加转去啊。哎呦，柯老爷，人讲一言二钱，三言头四少年，你看卖嘞，人迄王少爷吼，伊是做药材生意的大头家呢，伊哦，佫足够做生意的。该有拢有啦，这是咱着好姻缘呢。你哪会一下就共拒绝？你嘛给人机会者。阿笑啦，啊你讲讲遐尼侪是有啥物路用啊？我已经答应阮宝贝仔查某囝，无要阁逼伊啊。啊，除非你讲伊会惊，啊若无讲啥，拢是假讲的啦。哈？哎，这。秀英，阿秋姨啊，多谢你的好意啊。不过，我的心已经对着咱做伙死啊。一世人，我是无可能搁嫁别人。哎呦，秀英妹，你搁遐尼啊少年呢，你千万莫安尼想啦。你敢无爱考虑者？哈哈哈！看起来秀英小姐啊，得到的是心病。阿妈正拄啊好，我是做中药材的生意，我有一只病方，用个医好秀英小姐伊的心病。什么款的病方啊？啊，真啊假呀？秀英小姐，你看卖。你想要医好你的心病，带我出一个。阿爸，我带伊出去一下。你迄字条顶头写，你知影条安是安怎写？这附近拢无人啊，紧，你去讲啊。柯秀英。你心爱的人就是叫我杀死，这个真相，免多久你就会知道了。其实我跟刁安两个人早就熟识了，而且阮两个是好兄弟。吴永兄到底想要安怎？你跟刁安有熟识？我哪会毋捌看过你，嘛毋捌听刁安有讲过啊？我是隔壁庄叫板的人。之前甲刁安捌做伙光过新桥，进过乡，所以阮两个毋只熟识。对啦，
前一阵啊，恁庄仔内有真侪好野人去予歹人刣死，连你甲恁阿爸嘛有性命危险，是刁安甲你救的着无？你哪会知？当然是刁安甲我讲的啊，啊无阮两个人，咱个讲是好兄弟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啊，不过你还袂讲刁安是安怎死的？迄天我看到刁安去掠一个歹人，我就跟过去要甲斗三工。啊，想袂到刁安为着要保护我，煞去予迄个歹人杀落去水内底，是我甲救起来。啊，你的意思是刁安无死哦？无毋对，伊无死。啊，不过伊知影，迄个歹人若是无抓到，你甲恁阿爸着性命危险。伊要离开的时阵，有特别甲我交代，叫我爱好好照顾你。所以我毋只假作是要来遮提亲，其实我的目的是要保护你。只要你答应甲我成亲，我相信迄个歹人真紧就会出现。柯小姐要让武勇遐骗去啊？原来是安尼哦。那呢，刁阿英即卖人伫咧度？你叫伊出来跟我见面好不好？免的，伊即马若出现，伊正经做的拢白了工去啊。秀小姐，迄个歹人若是早一天抓到，刁安一定要早一日回来。即马上重要的就是你好好啊跟我配合，答应我的提亲。那安尼，我相信迄个歹人正经定会抓到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会当看到刁安。我什么都愿意配合，不用，多谢你哦。武勇兄，春美啊，林雕明明把你害死，你搁甲伊骗，回一个无法度实现的希望，你安尼敢会想超过？我拄则讲话，你拢听到啊？不要紧，我想你应该是袂反背我，会徛在我这边对吧？武勇兄，你变到安尼，我拢无识识你啊！到底是有偌大仇恨，才害你变到安尼？春美啊，我心肝内这个疼，我一直无想要提起。啊，不过事到如今，我嘛无想要再冤骂你，这才冤仇。爱对十八年前空气。哎，谁啊？你这可怜的呢，咱若是无救伊，伊可能死伫路边哦。我来咪哦，互你食好饱，啊你睏一暗啊，隔顿工就要赶紧离开，知影无？多谢你，多谢你。阿青，我好心收留你，想袂到你安尼对待我。哈哈哈，谁个这戆啊？甲你刣死拄啊好尔，物件摕起，咱紧来走，啊若无天光发现啦，吼，是。你好啊，一个家，何苦总部害到安尼？为着要报这个冤仇，十八年来我袂食袂困，我一心干那要替我阿爸甲我阿母报仇。春美啊！你即马知影我这个冤仇有冤深，你一定会甲斗三工报仇对无？这，哎呀，唔知王少爷甲秀英小姐因两个约会有顺利无啦？赶紧来甲伊关心一下。敢讲连你也歹甲斗三工报仇？报仇？是咧报什么仇啊？你敢唔放弃？林雕安两水家遮无辜的人拢互你害死。敢讲你搁要害其他的人？武勇兄，柯总部毋是简单的人，你若想要害伊，有可能去互伊害着。你已经把当年伊的下手人都害死，莫搁报仇啊，好无？无可能，柯秀英今摆已经我骗甲戆戆西啊！我只要甲带入门，柯总部伊绝对会死甲真歹看，我无可能今摆就放弃。阿娘喂，原来是杀人犯哦，没命！你敢唔放弃？林雕安两水家遮无辜的人拢互你害死，敢讲你搁要害其他的人？我唔管遐尼济啊！原来
调安到阮囝俊杰，都是伊害死的。俊杰，阿母一定会替你报仇。阿母即马就来报官抓伊。将。王少爷，是我啦。阿秋姨，你哪来遮？我想讲吼，要甲你关心者，啊，看你甲迄个秀文小姐约会有顺利无啦？啊，秀文小姐无来遮，啊，不要紧啦，我等去找伊嘛是同款啦。等。阿秋姨啊，你来偌久啊？拄则阮讲的话，你是不是有听到？哦，无啦。你莫乌白想啦，我还有要紧代志，我先来等。等下，你是不是要杀伊灭口？为着要报仇，是不是搁要加一个无辜的受害者？春美啊，你闪开啦！拄则咱讲的秘密，若是叫讲出去，死的人是我呢。敢讲你要目睭金金看去丧死心？我当然嘛无爱啊！那无你就闪开，这件代志你莫管。对啊，啊，生日婆，敢真正小王外母会死伫遮？啊，了喂！我外母真正来啊！啊，这去了了啊！哎呦，阿娘喂，我都无计算啦，我一定无命啦！阿母，我靠，我都通听话啦！哎呦，我两脚啦！阿母！我是准给啦，你莫惊啦。阿秋姨啊，莫太晚啦，拜托啦。啊，坏啦，我坏死啦。阿秋姨啊，要怪就爱怪你家己，听到不应该听到的秘密，啊？我无爱啦。阿秋姨啊，一路好行哈、啊！娘啦，紧想办法救我阿母啦！那有啥物办法啦？咱今麦阿无法子啦！你命该转啦！俊杰啊，你想要创啥啊？我甘愿翻天条，我无办法，安尼目睭紧紧看我阿母去让伊杀死，我要伫生死簿写伊的名，看伊敢会死啦！真正成功啊！王母娘，你的死已到啊！等你等足久啊，随我来吧！哪样呢？母娘兄，你免惊，我一定叫你回来。向东亚公宣立佛国高英王，地主一生全拜请，灵性大帝降临来，神兵吉吉如利林退。武雄兄，我是春美啊，你敢有听到我讲话？
我即卖有去千顶秀面花来秀你的名，你若是有感应到，你就紧转来。你若是行过奈何桥，就无人会当救你转来啊！耶！耶！王母兄，头前就是奈何桥啊！只要过了奈何桥，等你的就是十八丈地界。行！你唔惊嘿？我甲你砍落爽！以前吼，讲欺负遐痴汉，即个袂汉敢若放你煞。王母兄，伊害死遐尔啊侪人，今嘛就是你受了报应的时阵啊！准备，紧甲伊交过去。该死啊你！行行行！王母兄，紧转来！王母兄，紧转来！怎么样？准备啊，我伫遮！准备啊！系啊啦，准备！紧甲伊拖过奈何桥，要若无就袂有啊！行！耶！哦，总算是拖过来，一声哦，先生都无法度救伊啊！对啊，还个包龙卡。那怪怪。啊，那变成稻草人，阿母熊嘞？对啊，奇怪，啊，刚讲会飞。平常个太乱来，今日甲错改西坡。就是啊，害阮哦叫先锋爷妹啊。您这是翻天条代志哎！输啊！别叫，恁两个犯这么大的代志，阮两个嘛保你保袂掉。行吧，恁两个爱接受处罚。处罚！随我来吧，行。输啊！输！给我机会啦！输！一条解释嘛，输！给我一个机会啦！输啊！输！哦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，师傅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我就知影你一定会救我的。梅兰兄，我差一摆失去你，你莫给我烦恼好无？我今摆不是回来，来，免惊，免烦恼，免惊啦。梅兰兄，我叫你莫再报仇啊，好无？你已经为鬼门关走一撮回来啊，应该更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。咱离开这，过咱两个日子，啥物冤枉话，你家己放袂记啊，好无？怎么样？我应该答应你离开这个所在。但不过必须要是我报仇以后的代志。我这边人对鬼门关回来，更加证明讲我是命不该绝。只要你肯跟我斗三工，等我报了仇，得到我应该得到的物件，咱就去过平平凡的日子。安尼好。烦你问啦，师傅，站起啦，师傅。我唔敢啦，师傅。师傅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你阁给阮一摆机会好无？师傅，我知影哦，恁上听阮的，阮若是真正去阮拍入地啊吼，恁就找袂到像阮这款甲你照面的土地啊啦。阿平啊，其实咱嘛唔对，咱过要放假。将这个交魂的重大责任交代给伊，我怪伊的犯错。白面的啊，你讲的嘛真有道理啊。咱这两个徒弟对人世间一切尚未死心，咱一定要让因知影，这冥冥之中一切拢是注定的，强求逆天是无采工啊。无对，咱来去立件代志，让因知影什么叫做不可为。马好，行。大姐，师傅要传你到位啦。你是咧讲啥啦？什么叫叫台？师傅啊，大姐啦，是要去到位啦。
月镜台。你赶紧去看。秀英要嫁人啊！是新娘已经到，新娘请上轿。起轿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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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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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多谢啦多谢啦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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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百天地。礼拜歌堂，夫妻对拜，送礼同房。阿爸，秀英，是阮是什么代志啊？不用，我不用你。不用啊，还你家当阿想要创啥？别跟我做，靠上我。你的死期到啊！呀呀！秀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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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，秀英，敢不是真的死？这日子还敢来骗人？唉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你那咧用心计较，是要改变生死簿？只是拖延了淡薄仔时间，这个结局是袂改变的，颠倒害恁翻天条，今嘛明知唔对啊哈！唔爱，叔，我叫你好好回去救小英吧，我唔爱死。你乃先教拢教袂下啊？是啊，规日你拢已经记袂着伊啊，伊是生是死根本就无重要。叔，恁讲了对。我已经死了，也无法度再看到秀英啊！等我啉了面包汤，脑袋转世了，我连秀英的机会都拢无啊！也不过，我无爱死，伊是一个遮尔好个查某囡仔呢，伊应该爱过秀英伊幸福美满的日子啊！我啉着爱无法度予伊的，我希望别人会当予伊。就算要分为财产，我嘛甘愿啊！谢叔，咱死后的世界阴暗暗暗的，是他妈光明甲希望拢无啦，要谢伊啦！啊！你是咧胡白讲啥？我来哦，恁两个还更唔讲哦啦，废话莫阁讲啊啦！你已经犯了天条，爱转入剃须刀做三世众生，才有法度赎罪，行吧？叔啊，我拜托恁啦，阁我一摆机会好无？叔，迄仙人拍鼓吼有时错，啊脚无打屎吼。啊？唔是，脚无打草，啥人无啦？啊，阮今日是恁的徒弟，咱人讲吼，迄手骨骨力无骨出啦，你想要麻烦三界机会啊？这嘛，古早人是咧讲，不教礼杀为之日。我明啊，咱应该吼爱负担薄仔责任。唉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会当通融，予恁一个机会，予恁十日时辰，等个用世间，把一切代志拢处理掉。多谢叔，恁手伸出来。哦。叔啊，啊，这是四年红线，我稍等下施展法术，将你的肉体恢复。你就甲外人同款，唔是鬼魂。你来切记，绝对袂当扰乱空间。这死离活卦的代志，绝对袂当留下。咱若无就会天下大乱，会发生无多收拾的事。Go！ 当这条红线完全消失，就代表时辰已经到啊！您就要甲阮转来地府，不可耽误。有听到无？是，叔。赵娘叔，去吧。阿弥陀佛，咱这两个徒弟哦，执迷不悟，咱想这个办法，
敢会通？唉，一步吼是地之死，地二后生，安尼才会当让因放下心中的执念。啊，若无吼，咱若是乌白甲因放登勇敢，连咱也会翻天条。因若是搁出甚物款的惊吓，莫讲保因啊啦，连咱家己嘛保袂掉。哎呦，昨哦为着要逃命，弄一下那死死昏昏去，哦，好佳哉哦，我命还佫伫咧，是讲也奇怪呢。啊，迄个王母雄，伊昨那无趁我昏去的时阵，甲我抬醒啊，啊，真正足奇怪呢。妹，我一定要赶紧吼将这个代志甲柯老爷讲，叫伊去报官府抓人。柯老爷，代志唔好啊！柯老爷，代志唔好啊啦！柯老爷，哎呦，代志好唔好啊啦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是要阿秋啊！啊，你下头是安怎？啊，都去弄着啦，这无啥啦。柯老爷，我来讲。头头讲啊！我是要来讲吼。迄、那个王母雄啦，阿秋姨啊，我安怎？柯老爷，哦，伊是杀人犯啦，咱都予伊骗去啊，你去报官，甲伊抓去，啊，若无咱拢会出代志啦，紧来啦。阿秋姨啊，无你是食唔着药啊？你是咧胡白乱讲啥？我今仔日是来提亲的呢，啊，你媒人婆也歹做，着准拄煞。你何咪讲？讲我是杀人犯，证据呢？有啊。阿秋啊，你头开始弄一个袂清袂楚的，杀人是重罪嘞，啊无你有啥物证据？我亲耳听到的啦，而且哦，伊阁想要甲我杀死呢，好佳哉我命大，才会当躲过一劫啦。柯老爷，小心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讲的话啦，啊那无哦，咱拢会出代志啦。阿秋姨啊。你较站杂的哦，你看我甲秀云小姐的婚事，你要讲成啊？你着随甲媒人钱提高甲黄金一百两，啊！你安尼敢毋是嘴巴目睭枵啊？啥？一百两黄金哦？啊？无啊，阿秋啊，你是毋是看到人摕一百两黄金要来提亲？你着晓得遐黄金哈？我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啦？啊！而且吼，因两个婚事都安尼讲成嘞，我哪有可能提高啥物媒人钱啦？秀云啊！应该无可能答应这婚事啦吼！我，谢明小姐，我今仔日来提亲，我就是希望听到你亲嘴答应这桩婚事。秀英，你意思？我。为着要早日会当看到条案，先把这出戏也无啥要紧。阿爸，我答应嫁给武雄。条案，尊家，是的啦。我真正无法度目睭金金看着武雄遐死，我会加烧一挂金纸予恁，请恁毋通怪我。奇怪，风怎遮尔大啊？咱真正够活过来呢，对呢，今麦这活条条身躯，死无片乱啦。真的，恁不是啊，恁敢是人？准备，阮是回来勇敢救人的，恁唔通跟跟在王母雄的身躯边啊啦。你安尼哦，会有更加侪人牺牲，你敢真正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发生？对啊。我啊，王雄的人今麦伫倒？
伊去靠家提亲吗？是啊，靠家。哎呀，老郑哥，咱去呀，见。想袂到，武雄真会当让秀英甲刁安放袂记，真正是无简单嘞。啊，秀英若真正会当嫁予武雄，总比嫁予迄个林阿刁安较好啦。阿伯，阿伯，你是莫昏去啦，阮是人，毋是鬼啦。你无死啊？是啊是啊。阿伯，啊你是安怎，搁要昏去啊啦？我刚才想着讲，恁无死，我头壳都戆戆啦，戆戆。阿伯，啊秀英甲王母雄呢？因伫咧花园啦。阿伯，你先坐啦。啊惨啊！啊这秀英哦，啊真无简单，要嫁予武雄。啊，今麦这个林阿刁搁当来乱。啊，好食啦，食啦！我无紧倒来看卖，袂用个啊。我进来看卖。武雄，你敢确定只要咱两个一申请，迄凶手就会出现啊？无唔对，你免烦恼啦。咱申请是假。等迄个歹人一出现，刁安甲伊抓起来，那咧到时阵，甲你申请的人就是刁安啊。哼，你这杀人犯，害死我的后事，我一定要拆破你的真面目，和柯老爷歹人甲你抓去官府判死刑啊！我才会甘愿。阿母。阿母，我等下看你啊！俊哥，你无事，那真正是你哦！俊哥，你无事，我就欢喜的啦。唔对啊，阿姨，说你凶手讲把你害死安尼，你奈个伫个，你安奈呢？这阿母啊，是莫讲这个啦，咱应该哦，先去听破王母雄的假面具。让伊接受到法律的制裁啊，对不？对，即摆恁两个拢回来，我唔惊伊啊啦，惊啊，惊。王母娘，你看什么人来啊？娘，秀英。秀英，你无死，你真正无死哦！嗯，武雄真正无骗我呢。武雄，你紧过来啊！你唔是有熟识？我秀英啊，那是伊骗你的，伊根本就是一个杀人犯。恁大家，莫叫伊骗去啊！骗我？刁安，为什么你嘛在讲？阿爸，怎么样？大姐那边干呢？我嘛不知道为什么四个挖起来，我亲目睭看到迄蒙古爬出来。四个挖起来，阿母呀！你即马代志已经撇空啊！你敢有啥物话通我讲哈？柯老爷，你紧叫人家抓去官府啦！阿俏啊，无证无据是要抓人啊？这，是伊亲嘴甲我讲，伊是杀人犯啊！而且佫甲我塞你嘴内底，甲我掩饰，佫甲刁安提示呢。你来切记，绝对袂当扰乱乡间。这死人活卦的代志，绝对袂当留下。
咱若无就会天下大乱，会发生无多收拾的效果。刁安娜，你准备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啊，刁安娜，是啊，准备讲你刚死啊？其实我无死啦，我无死啦。无死，安尼拄则你讲我甲恁害死，啊毋着证明讲恁是咧诬赖我。你我安怎？柯老爷，啊来两个人讲话拢毋是老实话，我即马着甲真相甲你讲。什么真相？真相就是，其实伊两个人早就已经死啦，而且毋是去予我害死的，是因家己跋落水中淹死。即卖因两个人会出现伫咧你面头前，其实因是强死。强死？强死？强死？什么强死？你莫乌白讲啊！嘿啦嘿啦，恁大家莫听伊乌白讲啦。我无乌白讲，若要证明伊是毋是强死，真简单，先把因两个人抓起来，我自然有我的办法来证明。刁安。俊杰，你若真是不是僵尸，你袂惊吼？我当然袂惊啊，我嘛唔惊啦，看伊要变啥物物。天哪！咱这性命红线已经行一半啦，咱去红白伫遮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这，敢讲，真正无法度违背天意。唉，这敢着是师父要教恁家的道理。阿爸，你甲刁安甲俊杰绑起来创啥啦？紧甲因放开啦！万一因若真的是僵尸，是要安怎？这是咧以防万一。你若真正不是僵尸哦，主人就无代志啦。你免烦恼哈。阿爸，秀云小姐，你放心啦，因两个绝对不是僵尸啦。迄、那个王武雄哦，得要闹开啊，牛脚要扫出来啊。柯老爷，难免让我知影两个人是不是僵尸啊。好啦好啦，较紧的啦。柯老爷，因为伊是僵尸，会惊家工叫魂。我知影，原来武勇遐有听我讲过，家工会叫魂，刁安安准格毋是外人，分配予家工叫走，所以伊才会这么痛苦。阿母啊，你把这家工给杀啦！好，我先来，我先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等下，你即摆已经是僵尸啊！绝对袂用放伊煞，安是安怎？真简单，用火甲伊烧死，伊绝对有还。美英啊，救救！秀英啊！阿爸，美英甲刁安烧死啦！我不要，你这个大坏人啊！你是安怎这么害死阮囝？你当我甲你拼了？我赶快帮你刷！哼，卖电卖讲大声话！你们要搬走了？卖了！麦同辉，不同学，我给。
头前头前头前只。地公无法度改变一切啊，咱两个徒弟哦，就是不信。因的性命红线嘛还袂消失，咱应该搁甲因斗三工一摆。那安尼。无大事呢。看啊，你看，这就是天意啦！这个王母像哦，要害人，煞去害着伊家己啦。所以讲，因两个根本就唔是甚物僵尸啊。是啊，是啊，阿爸，你看，迄乌狗花甲朱美，嘛伫咧俊杰甲赵爷身上，伊拢无安怎呢？伊一定唔是僵尸啦，紧甲因放开。啊哪呢？拄只是啊，惊加工叫魂。是七阿伯啊，无用啊，而且还无代志。柯老爷，你听我解释。妈呀，这是七阿伯在做这哩，我看你是助手，无出来就是你。七阿伯啊，你唔见过？你看，讲袂出来吼，去放人啦。阿母，阿母，对啊，你有要紧无？我不要紧啊。刁安，我总算是等到这天啊。我廖准讲，我以后拢无法度看到你啊！刁安，你是安怎？哪会油头革面？敢讲你看到我，你无欢喜哦？要哪会啦？我看到你，当然嘛足欢喜的啊！我跟廖准讲，我是在做梦呢。我希望这个梦哦，永远拢莫醒过来。安尼，我就唔免阁离开你啊。感谢是嘞，我听家己安尼讲，我嘛足欢喜的。我的性命红线已经要消失了，到时我一定会离开秀英的。我若是无法度，予伊把我放袂记。安尼唔就是你害伊？刁安，你是安怎？秀英，我要去一个足远足远的所在，可能袂阁转来。你要去倒？这我袂当讲啦。袂要紧，你去倒，我就跟你去倒。袂用的啦，你袂用的去，你把我放袂记，咱两个是无法度阁做伙的。你讲这是啥物话？我哪有可能把你放好袂记的？除非，除非你亲嘴讲，你无爱我，讲啊。我。我无爱你，我无爱你，我无爱你，我无爱你。安尼你听有清楚阿袂？我唔相信，你哪会对待我？秀英嘛，莫叫我。好，既然你讲你无爱我。我即马就来去甲阮阿爸讲，讲我答应嫁给王母雄。袂用的，现在袂用的。你就是要讲无爱我，我现在袂用去嫁给别人。
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今仔日就嫁。你若是爱我，你就来求婚，我会对你走。你若是无来，我就真正嫁予你。飞弟，我的心已经死啊！小英啊，小英，敢讲，小英嫁予王母娘的，命无法度改变，安尼敢讲会死啊？七爷八爷是安怎要甲因两个人斗相共？因就已经死啊，还阁转来破坏我的好事，真正是苦。母娘兄，这应该是天意啦，连七阿伯也拢甲伊斗相共。我看你也是莫阁报仇，无早办出代志。莫报仇，我要来甘愿。王公主，阮家老爷爱我传话，请你马上准备传阮家小姐。真是嘞！好好好，你即马就转去回报好老爷，讲我随过。是。那安尼啦。这就是你对我讲的天意。天公伯也要我机会报仇，我若是无报仇，我就是日天行事。秀英啊，你敢真正是要嫁予迄个王母娘？阿爸，你毋是一直希望我嫁予伊？嘿啦，也毋过吼，迄一天时间算过香港啊啦。阿爸吼也无甲你传物件，惊亏待着你啦。遐拢无重要啊。阿爸，秀英嘛。你安尼是咧创啥？阿爸，查某囝，今仔日就要离开这间厝，要离开你啊！多谢你这么多年来的拥有之物。好啦好啦，紧起来紧起来。迄查某囡仔若大汉哦，拢嘛是爱嫁人啊。你烦恼阿爸啦，阿爸家己一个人吼，会照顾家己啦。啊，唔是咧嫁外远，你随时咪当当来看我，吼。应该是迄王母娘要来娶你啊啦，阿爸牵你出来吼。丈人爸，阮秀姨妈哦，就交予你啊！啊，你着好好对待伊，知影无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疼疼秀姨的。真好，真好。时辰已经到，新娘请上轿。刁安奶也未来。丈人爸，啊，阮先来去。秀英嘛，啊！你是咧丢毒啥？啊，唔紧的。秀英，秀英，刁安，刁安，秀英，刁安，你来呀！你是不是要来带我走的？啊！对啦对啦，你千万唔通嫁予迄个大歹人啦！刁安，你紧讲话啊！我，刁安，但是我想到即摆吼，你着讲实话啦，安尼才会当做动一切啦。讲什么实话？秀英，你听我讲，我会对你讲遐个话，迄是因为。
我已经死啊！我只是暂时还魂的，我搁过两个时辰，我就要回去地府报道啊！你在讲啥？刁安啊，无你即摆是咧乌白讲啥啦？阿母啊，我听人讲煞啦。我爱你，甲我放袂记哩，迄是因为我无希望你为着我牺牲你未来的幸福。也毋过，你千万毋通因为甲我一时的过去，就嫁予武勇，知影无？林雕啊，原来你真正无爱我。你来这，那不是要带我走？国民这款的白菜话骗我，你人明明就好好在这，讲什么已经死了，有什么人会相信？秀英，我讲的是实话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对啦，我当作证啦，我甲条安真正已经死了啦，而且吼是去予迄王雄抬死的啦，啊是车被阿包阮转来。我真正无骗你啦！真个啦，哪会连你咧乌白讲话啦？无啊！你是来遮乱啥？今仔是阮查某囝大喜的日子呢，我无允准你哦来破坏婚事啦！啊，若无我对你无客气，有听见无？恁为着要陷害我、侮辱我，啥物白贼话恁两个拢讲会出来？我甲恁讲，我唔管你是生还是死，今仔日哦，秀英是无可能带恁离开的啦，秀英。咱好上桥啊，是甚物搞啊？秀英啊，我稍等一下，要来去坐大位啊！因这二少的，马后别甲乱来哦，有听见无？起轿！秀英嘛，秀英嘛，秀英，你听我讲，秀英，你们创啥？秀英，拿刀来！下边啦！下边，刀来！下边，秀英，刀来！哪呢？哪呢？恁两个啦，即马吼，把代志甲我讲好清楚啦。什么生，什么死，我内拢听拢无啦。阿母啊，我真正无骗你啦，我甲刁安哦，拢已经死啊啦。啊，当然勇敢是为着要救迄秀英啦。即马什么时阵啊啦？你搁在么讲生笑哈？刁安，你看啦，连阮阿母拢唔相信。啊！即马代志发生咧，甲迄烈焰台同款，改拢无办法改变的，那要变安怎啦？春美，我办法啦！春美，春美啊，春美，春美，春美，只有你，只有你知影代志的真相。我求你，你紧去阻挡这台婚事好不？是要安怎阻挡？吴永兄根本就歹听我的啊！我不管啊！你今仔日若是无做拢这场婚事，小心一点！割外套，割外套，割外套！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外套就痛！啊！刁安俊杰，你真好大胆！叔，七爷八爷，那个是恁啦！无你的代志，点点！刁安。俊杰，恁两个已经死啊！无属于勇敢的人，勇敢的代志不可留下。啊，若无就是扰乱阴阳。恁若是搁唔听话，就会像拄只同款，无因团鸟，又何因头壳痒痒要劈开，知无？是。什么？我家真正已经死啊！无唔对。哎呦喂！俊杰。真假死啊！啊哈！真假！
爷都已经死啊！你搁叫伊回来勇敢教我少林，安尼让我一个欢喜，这下够艰苦。安尼不是要人缘，我是啥？你有啥资格骂我爹？这嘛，哎呦，这阿聪姨哦，骂人比盛红爷搁较歹呢。阿母啊，是我拜托苏慧啦，你唔通骂因啦。无你的代志啦。无你的代志，你紧离开，莫甲插刁安，甲做件讲啥？啊，你个刁安甲做件，等下，我话还袂讲煞嘞啦！你安尼扰乱音乐，你要哪赔偿我？赔偿？你真好大胆，竟然甲我谈条件！妹妹嘞，别插伊，咱办证书较要紧啦。我要去找新老爷啦，我要叫伊给我讨一个公道啦。嘿，稍等嘞，稍等嘞，稍等一下啦。有话哦，好好讲嘛。对，就莫生气啦吼。啊，迄准吉啦，你嘛紧来，甲你阿母安打一下啦。你，我安怎？哼。你拜个东？对了，要拜东啊啦！东啊，叔，啊，免叫啊啦！恁家己看恁手上的性命红线，事实证明，让恁回来用世间，恁嘛无法度改变凡人的命运。时辰已经到啊，等我来等。师父啊，请您再给阮淡薄仔时间。这嘛，嘿嘛。师父啊，俺这师徒这么久啊，咱哦还袂好好饮一杯啦。啊无，趁即摆咱倒在阳间，还有淡薄仔时间，啊日了带好会当倒去啊。饮一杯。讲着酒，灌着去。叔，我的意思是，别紧张。我是讲哦，讲到酒，啊，挂到去。阿舅嘞，我带恁去，哈。好。哎，阿刁嘞，阿朱阿来啊。无啦，我要去找酒来，互恁啉啊。去找酒，找到酒，哎，恁够够啦，哈。好，叔，阿恁先来。行这样是怎样？嫁给我你无欢喜是？哭哭哭！无你是咧哭啥？以后你要头哭咧啦！无你是咧比啥？你敢跑啊？我是安怎唔敢？我跟你讲，你即卖已经是我的人啊！听好清楚，对今仔日开始。我逐天就要甲你认真，甲你苦读，你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过来，卡车拢是你搬出来的，对人讲了无唔对，你是歹人，我要来去甲我阿妈讲。讲啊！我教你来拜文员，用个做事解了结。放！龙武雄，你袂当杀小姨，阴魂不散，死去的人也唔管去投胎，走来这里还我。救救我！龙武雄，你今仔日想创啥？
是歹人啊！伊拄才甲我拍，佫讲吼要认定我一世人啊！王母娘，你真好大胆！阮查某囝才拄嫁你尔，你就出手甲拍，这条消息我绝对替阮查某囝讨回来啦！哼，我即摆才要找你讨笑。十几年前，你杀死我的爸母这条冤仇，我今仔日就要讨回来。是啊，你是王母娘。我就是王家的子孙，当初你抬不着的伊嘞。原来你娶我查某囝，就是为着要当报仇啊！阿爸，恁在讲啥？秀英啊，拢是阿爸唔对。阿爸当初是做唔到代志，才拖累着你，害你吼气结唔着人，啊，一世人清白拢乌有去。是的啦，我乖查某囝。好，别讲遐尼多啊，你去死啊！你呐！阿爸，阿爸，龙哥，你去死！娘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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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秀英啊，你进来走啦！我不来了。柯总茂，你别走！柯总茂，你唔免走啊！你的厝已经我烧掉啊！什么？这叫做调虎离山，先把你骗来这坐大位，然后才放火把你的厝烧掉。准备啊，做了真好。你已经害死这多人啊！连我甲俊杰拢是你害死的。有够阿好，你敢会当放过伊爸阿囝煞啊？无可能，伊害死我爸母的亲仇大恨，我无可能这么简单，就留下伊的狗命。你死啦，王母娘！王母娘，你讲话话，我拢听你啊！来人啊，将人抓起来！是。准备啊！准备啊！进来走。传电话，派人走，进来约啦。来人啊，进来。是。秀英，我就要离开你啊。我已经死了，还不过我伫咧死之前，也会当救你的命。我已经拢无遗憾啊！啊！我曾走到到尾，拢是爱我，唔爱离开我，你唔爱离开我，秀云。你还把我放袂记，我用心保护的，是你未来的幸福。所以，你好好活落去，听到无？秀英。这个笨手，老家翁查某囝害到这么凄惨，安尼来死算是办意义啊！船长啊，咱来走。好。
你紧精神啊，武雄兄，武雄兄，你紧精神。武雄兄，武雄兄。陈美啊，是你啦，最接近电话的人是我，快的是，你慢的是。武雄兄，今仔你搁活嘞，爱我做啥我拢愿意，我求你莫离开我，武雄兄。是嘞，我要离开你啊！你一个人，爱好好保重。穆雄，伊的时辰已经到啊！随我来吧，等一下。是啊，妹啊，你认唔到人啦？该死的人是我，伊的血数还袂到。无唔对，生死簿顶悬，伊会当活到八十。啊，不过煞因为叫你来往死，享受三十，剩的五十年，拢爱在往死城。即马，你会当做的就是赶紧替伊收尸。王西城，武雄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回来。武雄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回来。想办法，你可以当避生于网啊！卖菜，赶紧将伊的魂魄救了回来。师傅。我甲俊杰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敢讲你搁咧流乱勇敢？无啦，师傅，阮只是想要回去，甲秀英还有俊杰阿母好好啊休息，了后就会回来。对啊，师傅，拜托啦。好吧，您进去，洪武雄就交予阮啦。多谢师傅。去吧。洪武雄，随我来吧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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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心要请人要甲你代表，啊，若毋是这个普龙讲的吼，我早餐咪乌油去啦。阿爸，你莫搁再讲了。真个啦，你有听无啦？你真正是好心叫雷尖啦！你救伊的命，伊唔那无甲你感谢，搁甲你糟蹋啦！你若是有听吼，我紧啊！该拖去地狱，予人哦放水去啦！你别在出门等人啦！啊！三娘喂！哥哥！阿母！对啊！秀英！等你没事啊！这问的吼，你是要换过来几届哈？秀英。我是专工回来找你的啦，我有话要跟你讲，带我行。好。哎，阿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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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，我忙去，忙去。拢是你这唔正经，啊，若不是你哦，阮查某囝袂去嫁唔着人啊，阮的财产也免咧乌有去啊。你若是较有才情，把乌母向迄个歹人掠起来吼，阮今日就袂遮尔凄惨落魄啊啦。你这死老狗啊！你老翻蛋啊！你若唔过去，去死死嘞哈！你才老翻白嘞！秀英，咱今日要伫老所在见面。正杰，咱先行。嗯，好。阿母啊，要菜叶，咱先行啦。
公司成功。无唔对，你爱伫只受尽五十年的折磨，才王炎路电接受审判。去吧。灵符小化江河海，好光现身照天开。一道灵魂定乾坤，千妖万邪不敢入大门。弟，吴永兄，我即马总算知影你对我的心意，嘛知影伫你的心目中有我。你放心，我即马就要攻打公司社，就算我即块收，我嘛将你的魂魄救出来。勇敢黑白来，黑白来，咱来镇守王新城，叫俊杰甲条安将王母雄的鬼魂领倒来。王母雄若是等于勇敢，这代志就唔好啊！好，咱紧用传音叫条安甲俊杰紧倒来。哼，条安俊杰紧倒来啊！条安俊杰紧倒来！紧倒来啊！紧倒来！条安俊杰紧倒来，王母雄的魂魄走去啊！你赶紧将伊领倒来。啥？搁让伊走去啊？咱紧去抓伊啊！到位啊！在到位，勇敢的路在那道，我要离开这，我要离开这，勇敢的路，哎，我，下来，下来，我不想放过，啊，放过，我要走一下，来，王爷，我来救你啊！春碧啊，我都知你会来救我，紧，赶紧带我离开这，好，行，行。吴永兄，这就是鬼门关，这你出去救救啊！好，咱紧来去。陈春美，咱攻打王四城是为着超度亡魂，你攻打王四城竟然是个天经事，想要叫王母雄回去勇敢，这种代志，阮高魂使者是无可能允准。问唔对，你王母雄，乖乖留来，咱的小孩袂算了。准备啊，今晚要安怎？吴永兄，交给我。条安，都起来。条安，恁来坐伫遮。啊，可能等伤久困去啊啦。马紧，咱来甲叫精神。好，俊杰。嘿，哪呢啊？是啊，我走去躲雨啦。敢讲，敢讲，刘阿姨真正死啊？什么？啊哪呢？阮俊杰，阮俊杰嘛死啊吗？啊，没有呢啦，俊杰。春美啊！来，春美，凡人是无法度伫个好后背来，无看，伊也是赶紧放弃。怎安尼啊？系啊啦，敢毋是咱下摆先捡人后背顶当，速去拖你着咱。
伊把鬼门关关起来，袂当让伊出去。好。是。哎呀，鬼门关若是关起来，你就永远无法度出去啊！啊，你要怎？有啊，高文书记身骨有生气，你若是吃着伊生气，就有气啦，会当冲出去。好。万年无三魂七魄，死后只剩人。你的教魂去黑木雄家去啦，所以只剩人。你会失去记忆，也阁有六亲不认。唉，安尼嘛好啦，只有一个教魂使者，就是爱公私分明，无情无义。这嘛是阮爱恁做诶。如今这嘛算作是博一刀，捡着一只金鸡母。嗯，互恁两个任务，第一。继续掠王母雄的灵魂回来。第二，只要西施婆的指示，把这个人分别交回来。柯秀英，这真简单，走吧。我拢愿意。啊，对啊，不用遐，咱即马紧走，无互人发现着害啊，行。哎，不用遐。你爱我离开，那安尼当初我毋着陪侬白来啊？阮阿爸的事，毋着死人拢免报啊！我互伊毁掉人生，安尼着准拄煞心。虽然即马已经落白了，但为只要过一天。我爸母的仇，我就一定要报。事到如今，你阁想要报仇？你的身份已经变空啊！但即马大家都知影你跋落水死去的代志，咱紧改名换姓，紧避起来，唔才对。而且你的身躯还阁有伤呢。改名换姓，你爱我变一世人？无，咱来去自首，伊就讲我是主谋，安尼你就会当破较轻的，出来了。又果是一个好汉啊！叫我去王关，啊，唔着甲我伫遐往死城意思同款。怎么样？你别阁讲啊！无，即马即个情形，你要安怎报仇？我会。不用遐，不用遐。秀英，这朵花送给你，你闻看卖，看有香无？做香的呢，秀英，是的啦，我即马干来会当送你花尔，也毋过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认真拍拼，到时阵我会用八浪大桥甲你带入门，安尼你阿爸就袂看我无啊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做一个梦，
什么梦啊？那个所在，我敢那捌看过。在什么所在？吴阳兄，你要去倒啦？就是这，连血拢一模一样，是安怎我会梦到这个梦？吴阳兄，你咧讲啥？我拢听无。准备啊！我拄则梦到林朝安甲柯秀英踮遮约会，林朝安阁搬这朵花送予柯秀英。奇怪，我明明无伫个遮，是安怎我会梦到这个情景呢？有这款代志哦？我真济。安尼啦。哎，别！你阿猜我有法度。俩美女，我一定会啦，卖走！真高明，卖我俩，俩着你都卖啊！系啊，吴勇也被人发现啦。吴勇，敢不是啊？啊！哎呀！系啊，吴勇兄，伊一定去讲看到你的代志，安尼大家就知影你搁活咧，莫讲是想要报仇，官府一定派人来抓你，安尼要安怎？准备啊，你想办法把柯秀英带来遮，我想要证明我的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。我莫去王阿母向，把我的厝安尼烧烧去，啊，佮外所的代志我也来出，害我着甲剩的钱去买通的官府，啊，唔通佮查落去。我靠全部嘞，哪会到这地步哈？秀英嘛，拢是阿爸唔对啦，啊，咱两个吼，唔再搬来这个破厝。阿爸嘛是唔敢讲，你一个千金小姐对阿爸咧吃苦啊！阿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这苦唔是因为吃苦。啥？唔是因为吃苦？啊无啊！你敢会是有一个林阿刁安啊？哦，我真正有咧气死咧！啊，你安尼讲袂出声，我甲你讲，迄、那个林刁安伊根本就无爱你。伊是咧笑是咱家的钱，阿婆，我问你个啦，是安怎发生代志到即马？伊到即马还无来关心咱哈？阿爸，我无准你安尼讲着啊！伊无来甲阮关心，迄是因为，因为已经死啊！死啊！感谢天公伯啊！天公伯啊！你真正有目睭，伊死啊，死啊啦！阿妈，这款话你来讲会出嘴啦？若不是你当头，你做唔对代志，迄王母娘敢会来报仇？刁安敢会死？刁安爷爷讲是去予你害死的，你哪会连一句反省的意思都拢无？秀英啊！啊，人咧讲哦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！啊，既然人死吼，嘛不可能活过来啊！啊，咱爸囝日子嘛是爱过啦吼、哦，乖啊，坐来食饭，食饭。嘿，秀英嘛，时辰到啊，来坐咯。挂落，啊！不过，无你的日子，我真正是生不如死。一包毒药，会用的错我去唔错落嘴里，不管是天边海角，
也是阴错地府。咱两个人永远莫分开。兄弟，你想要怎流目屎？哎呀，我想要怎流目屎？兄弟，你想要怎流目屎？哎呀，我想要怎流目屎？我不识识你，莫叫到遐尔啊深。对啊，你是把我放后背去啊？是，我是秀英吗？我唔是什么刁安，我是高分书家。你的私心够啊，对我惊。对啊，我怎么敢那才找到你呢？你哪会这尔绝情啦？废话减讲，行吧。对啊，秀英嘛。秀英啊，秀英啊！宝英，秀英啊，秀英啊！你哪会这戆啊？秀英死啊！我为着武勇兄。把林雕害到遐尔凄惨，如今连秀英拢死啊！这一个苦命鸳鸯，真正有够可怜的。那安尼，人呢？啊，秀英啊，秀英，你没事啊？你没事，秀英？希望替身输叫伊，伊暂时未死啊。除非伊阁想袂开，这边有可能啊！啊，你面子我有，我靠噶，啊，想要甲我拆只落吧？你讲啊，你叫我秀英到底啥物气度？柯总宝，我对你无气度，请你莫有白想啊！原来是你救我。你想出去救我，我不来去找刁安，你莫触动我好无？嘿，唔通呢，我查某囝，你这么简单才活过来，你唔通想袂开啊！你拄才死啊，就算我看到林刁安，又该安怎？这，对啊，我拄才看到刁安变作高魂使者。伊哪会敢那都无熟悉我？这到底是安怎？我嘛唔知呢。反正伫你唔知影答案之前，你是卖死啦。啊，佮有水，你安紧避起来，无应该会转来抓你。
无条案，天地这么宽，我是有搁会当去对。你莫安尼啦，无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你带我行，好无？你敢真正会保护阮查某囝？无你来保护啊！我好啊啦，侬莫搁再讲啊！我对你行就是啊。是我呀！恁两个先来教徒弟啊！在收一个分，三番六次拢失败，恁继续放徒弟啊，踮啊咧学爸母，是不是本座亲身将伊来收买，然后判你刑事刀，你这干么啊？是我呀！是我甲后面的问题啦，甲伊无关系啦。是啊。师傅呀，我相信银行一定会知影对错误中学习啦，阁给因一个机会啦。扰乱阴阳，不得容忍。哎呦，这师傅呀，太不拉稀了呀！好，既然徒弟也是恁教出来，我给恁两个选择。选择。第一，恁将恁的徒弟啊拍恁精神刀。我会当让恁回来继续做高分书匠。师傅呀，第二个选择。第二，就是让恁的徒弟啊继续做高分书匠，完成恁的愿望。也毋过，恁来代替因受罪，怕你还敢受苦。怕你还敢？哎呦，师傅呀！敢有第三个选择啊？对不起，不得多言。恁两个好好考虑看卖。是。痛。你带我来这创啥？我问你哦，你是不是来过这？你哪会知？是嘛？是，是你把刁安害死，我这么替刁安报仇。小英，这朵花送你，你鼻看有香无？这朵花送给你，你鼻看卖看有香无？歹势啦，小英，我这嘛刚来去送你花，啊，不过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认真打拼，到时阵我会用八人大家给你插门，安尼你阿爸就袂看我无啊？不可能！这是我甲赵安生要害死，你不可能会知。你讲，你是安怎知？想袂到我竟然梦到柯秀英甲林赵安的三明害死，而且我的头壳内，敢若亲像有林赵安的记忆。看起来我应该好好利用这件代志来报仇。这件代志根本就无人知，你听讲哦，你若是唔讲。我即马就随去找人给你抓起来，因为我就是刁安。不用呀，你莫搁在后边讲啊！你是王武雄，不是刁安。王武雄已经死呀，是我亲目睭看到，七爷八爷把伊的灵魂拖去王死城。陈美也为着要叫武雄，唔只会施法攻打王死城，要哪知伫咧叫的时阵，阴错阳差，伊把我的魂魄叫去武雄的身躯顶。所以你现在看到我虽然是王武雄，但是我的灵魂是刁安啊。秀英，真的是我。你说的是真实还是假的？我若不是刁安，我要哪会记得我们以前的山明海誓？那这样我问你，我跟刁安头一次见面实在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几岁？你若是刁安，你一定有法回答的。你十六岁的时候，在迄庄仔头的大树下，你叫一个德家仔甲你欺负，是我甲你救的，对无？好唔对，你真正是刁安哦！刚刚武雄兄吃林刁安的教训，害林刁失去记忆，颠倒给武雄兄有伊的记忆。安尼，你即马相信我就是刁安啊吧？不怪，不怪刁安袂认得我，
原来伊的灵魂在遮。乔安，我想袂到你会用这款方式倒来我的身躯边。不过袂要紧，不管你变作啥物款，我拢爱你。好来呀！好来呀！来是大条啊！你先好，听我讲，唔要听听哦，听不到。啥物代志咧？神神秘秘啊！紧讲啊！我看到王母雄啊！王母雄？嗯，无啊。即摆是当头白人诶，你是看鬼哦？都是当头白人，哪奇怪？我当个厝想鬼半步。哎，老师，你唔对，敢王母雄无死啊？呀，王母雄无死，免哪有可能？有啦，我讲的是真诶啦！伊真啊无死？嗯，好好好，安尼上佳好。哦，讲到伊看王阿母雄，是我拄着伊。我绝对要甲抓起来，甲放回地草根，甲甲生活后才有教报，安尼才能消我生活头怨恨啦。你很乱啦！你讲啥啥啥啥啥物人？阿爸，你看我找啥物人来呀？啊！鬼啦！不啦，过来呀！你不是讲当头白日闹鬼？阿爸，伊唔是鬼，伊是人啦。而且，伊唔是王母雄，是刁安哦。嗯，伊唔是鬼，伊是人。嗯，是刁安。是。你是唔是伤心过头，头壳歹呀？莫甲伊讲遐多啦，啊，紧甲抓起来啦。啊，我？啊，不甲我咧？没啊，我知影这件代志哦，恁真歹相信。不过我保证，我讲的绝对是真实的啦。你若是要把伊抓起来，我就死给你看哦。恁查某囝病得足严重的哦。母娘，你是从啥？我今麦只要假作我是林彪安，咱就要唔唔业业。我再讲，柯秀英今麦就是咱的护身符，知影无？阿爸，我要让彪安带落来，我一定会证明，伊就是彪安啊。啊！刁安，行，我带你来去你的房间。嘿，嘿，啊，系啊，系啊啦！这个王阿母雄哦，唔但无死呢，啊，到底是啥物符仔水，我查某囝相信讲伊就是林刁安，啊，甚至搁会住来遮。啊，就是啊，我可全部无死袂呆啊！就是，哎，有啥？你去想办法解决起来。啊！你千万唔敢甲阮查某囝讲哦，这件代志是我教你做的哈。哦，钱来啊！什么钱啊？嘿，自从准备到定安死了后，阮乔班就剑门的下手啊！你钱无好，我要来找人啊！啊，好啦好啦，代志来先讲哦，我绝对把钱给予你，安尼就好。你讲话哦。好啦好啦，我只要出来找人，我先来走。好。上皇爷讲要让咱两个选择，拢无啥物好康的。我看这个柯秀英的鬼魂哦，咱亲身来抓，才袂出啥物问题。对吼，到时阵啊，阁会当将功赎罪，万岁上皇爷会原谅咱，跟咱的徒弟啊。嗯，当然。乔安，尊客，阿婆啊，恁两个是要挡阮的路啊，紧闪开啊！我们去替恁收柯秀英的魂魄，来将功赎罪啊！连恁家婆啦，哈？什么意思？地府就敢那会当有两个交魂使者，恁两个已经老啊，无路用啊，会当回去吃家己啊。哈？恁这两个对桥后的，竟然敢抢阮的工课？敢讲恁是想要向神王爷讨功劳？这阮袂答应。阿婆啊，你是咧乌白讲啥？阮是你的师父嘞，什么师父？阮才不是恁嘞！哎呀啦，恁两个结婚吼，去予王母雄食去啊啦！今麦已经失去记忆，连咱两个嘛想要收掉啊啦！哎呦，我早就知影无啥对头，啊，这嘛是安怎啦？废话莫讲遐尔济啊，兄弟，带因去轮回地报道，予因对地府的神职中除名，卡免过来搅扰咱两兄弟办代志。要不这，对阮行吧。
想袂到，咱兄弟一向掠人在你这轮回池哦。如今说话，咱个这轮回池受六道轮回报应啊！好啊啦，莫哀啊！六道轮回是由天道、修罗道、人间道、妖怪道、精神道，也佮有地狱道所组成。恁也是有淡薄仔机会会当转来升职。莫讲阮无予恁机会，只要恁会当下用天道，恁就会当留落来。啊无啊！啊你即马是咧包倒一出来啊？我看卖。啊天道里的啊！啊天道里只个？哎呦，安尼就死去啊！恁两个啊，废话哪会遐尼啊济？到底是要写，还是无爱写？阿明啊，改名。好。来喽！我，你较乖啊！天道！啊！啊，那你不是天道啊？好，今嘛，恁想要家己跳落，还是阮家己站落？来去接接无啦，我家己来啦。真好，兄弟，咱先来去。啊，爸爸呢？咱真正要你个跳落哦？哼！大吉新王爷。未歹。恁两人肯为道爹做一款的牺牲，本座是真感动，所以我决定要给恁一个机会。机会？恰是何样之事？刁安甲俊杰本来算是本座的交班，今麦交班欠两个人，所以本座爱恁两人下凡去占这个亏，收36块72担了后。哈？36块？啊，72担？新王爷，敢会当参详一下，莫遮久啦。受罪是难免的啦，也毋过，只要恁能化解刁安甲武雄这阵人的恩怨，本座会当予恁转来继续做，安尼听有清楚无？是，多谢新王爷。去吧。哎呀，我想一个哦，卡子拢变死地啊！哎呦，刚才不想死的哦。哎，啊，这是倒位啊？啊！你跳的？啊，你哪会像安尼啊？啊，对啊，咱就不是七廿八啊。哦，对哦，咱即摆就是凡世间的人啊啦。哦。啊！唔敢说我迄表哦，写了有够准。啊，若无咱就投胎变做阿鸡啊呢？你足搞屎的呢？我设计的不都有够妖的啊？去找食的啊啦！哦，赶紧！啊！救救了你！救你！我这钱哦，啊，赚足多呢！哎呦，原来是真赚，啊，无我强拍。哎呦，讲袂起你啊！秀英，经过这么多风波，咱总算做伙了。
我实在足欢喜。安怎？敢讲你无欢喜是？不是啦，只是我今麦一时可无法度接受你是王母娘的模样。啊，是讲我讲的话，你到今麦还唔相信？我当然相信你啊！咱的三明海誓，除了你，无人知啊。乔安，请你再给我一点仔时间，好不？好啦，我用个体会你的心情。为着要证明伊是王母娘还是林朝安，我为着要保护秀英，只好模样试看卖。阿爸，你是安怎啦？阿爸，去感染着风寒啦，身体足艰苦的。我有去贴几条药啊，你今日早起转药阿爸啉。阿爸遐啉啉下就会较爽快啊，今日啊。阿爸，你先吃坐一下好，我随去哈。条安，阮阿爸先麻烦你照顾一下哦。好，你赶紧去。阿伯，你好紧无？我阿妹昏去，昏去。阿伯，真正昏去啊！想袂到我报仇的机会这么紧就来啊！好，你骨卡受伤哦。小英，小英，你过来，小英，小英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阿爸，你要死去啊！啊！阿爸，刁安，你想做？秀英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伊不是刁安啊，伊是王母娘啊。我无想要听。阿爸，你袂用因为伊的外表是王母娘，就一直甲害啊！你安尼会害我再一次失去刁安，你知无？无啦。杜家明明是要抬我嘞，伊要抬你，你想做混对人是伊。你若真正要相拍，伊敢会拍输你？刁安，你真神啊，刁安！不用你，调安怎？我嘛唔知，请大夫来看拢无效，敢若听到伊一直叫你的名，我只好请你来看卖。武勇兄虽然宽容，啊，不过伊落过地府，三分七魄无完全，干那咱伫阳间活47-49天，安尼要安怎？嘿，莫阁假啦！啊，算唔知要看我下手，就伫遐假死假活，无效啦！我就知伊啥物人啊！阿爸，莫阁再讲啊啦！春美，你紧讲啊，条安到底是安怎？伊这个病无得医，恐惊会死。哈？会死？袂用的，条安袂用的死。春妹，你一定阁有办法对无？连我都无办法啦。无办法啦？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冲去！
我要甲条安申请，用气冲气，甲伊爸冲掉。嘿，查某囝，啊你这个有袂讲啥？阿爸安尼甲你讲，你讲袂冲车，啊你敢讲要让你乌木熊害咱第二届哦？阿爸，我已经决定啊，莫搁再讲啊啦。对。春妹，你感觉这个办法安怎？冲气，我唔知有效无效呢。我不管啦，回弟，我嘛无别个办法啦。条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，要让你离开我。这边来用的，这条钱无开袂算，还赶紧叫优胜动手啊！赶紧赶紧啊！咱袂当食啦！哦，啊，石凤爷，阮巴肚实在足枵的啦，啊，你大啉着有大量，啊，你唔通计较哈。喂，你这个查甫啊，真好大胆的，拜石凤爷，怎个你来敢食啊？啊！无你是谁啊？啊对啊！啊人阿秀王爷就无讲话，啊讲话哦，还屁屁叫。哎，我以前哦，嘛是秀王爷面前啊，七头卡。我才袂七头卡，七头顶。我是圣风庙叫板的老大，你替圣风爷光叫的啊。我当然嘛会使管。叫板老大。条安甲俊杰本来算是本座的球班，即马球班欠两个人，所以本座爱恁两人下凡去占这个亏。阿凡啊，你就是球班老大，啊你好你好。哎呦，老大，别生气啦，人阮吼是因为敬仰你的威名，才甲对外地来到这，投靠你球班啦。希望吼会当伫你的手下替圣风爷做代志啦。啊，真的啊，假的啊？嗯，我当然嘛真的。你看阮的汉草这么好，这绝对哦无问题。是嘛？自从刁安甲春吉死了，我这个球班就减两个脚手。柯老爷拜托我去抓王武雄。这两个看起来，一个汉草袂歹，一个敖讲话反应阁紧，应该会用替我赚钱。老大，啊你考虑了啥款啊？嗯，本来哦要入来球班，替沈宏爷光叫，我会甲你身家调查啦。啊，不过哦，这么足欠人的，安尼啦，恁两个先做。啊，不过你甲听清楚，恁两个若无听我的话。我来先给你护照，听到无？多谢老大。有啥？你真金吼是给我收起来啊！阿英给我交代代志，阿甲办好，把你王阿母向掠走。哎，给你，千万唔通阮查某囝知影，啊，我后生一定随乎你啊！可来啊，你放心啦，你看卖，我今日带这两个来，一个汗臭好，一个脚臭好，不是，这两个把可来也看到，快点，看到无？他们俩啦，亲像注定你干的简单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相信你啦。即马所有代志拢交代予你了，我先入去房间内底，小等下发生什么代志拢靠不管的，吼。有听到无？恁两个今仔任务哦，就是阿王武雄领走。放心啦，抓人阮专门的。嗯，看，我连专家的家私拢查了。哈哈，安尼真好，交代予恁两个吼。那安尼啊，我等下等恁的好消息。哎，老大，阿你可要同我看头尾哦？王武雄不是简单的人物，林北生的烂干，
安全第一。无咯，内底哦拢家己人，袂危险的啦哦。我先来走。哎哎哎，啊无依无事啦，当咱两个啦。这不是七阿八阿吗？安内情安内，来这是要创啥？啊是卖么？啊你去啦。我紧，规定吼，迄个王母像嘛是咱要抓人啊，咱先给抓起来。咱若早一天完成任务，就早一天免捡鬼料啊。哦，遐鬼吼，拢咧食咱的金针吼，投胎嘛去做人啊。若是捡伊食着吼，我咱变孤魂野鬼啊。对对对，有道理。对吧？七爷八爷的金针会当投胎偌久？安尼不能遐唔着救啊！到底在啥？咱这届任务，敢那倒转面光这么简单？先给伊抓起来，逼伊吼，甲乔安因和解，安尼哦，咱的任务就完成了。那是恁两个。哎呦，那已经不是高分数字啊，无法力了啦，之前的部署拢无效啊，嗨呀啦！哎呦，不容易啊！你，嗨呀，咱中计啊！你精神哦？我早就精神啊，我这是叫做破病，我想要把秀英这个护身符扣在身躯边，是讲我是安怎那会昏倒，那样呢？因为你的三魂七魄早一步去啊，吴文兄，你免烦恼。七阿伯呀，唔知为虾米变作凡人，只要食掉伊的金身，就会当脱胎换骨，变作活跳跳的人啊。什么？呀，阿舅啦！阿舅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呀，你精神啊？我叫这两个人差精神，是准备要将两个人绑起来。这两个是郭老爷，你一定要救我呐！要老婆了，你也跟我天天都胖啦！哎，阿婆啊，郭老爷，你别只是救金呀，金讲话啊！讲话啊！郭老爷，啊，你刚是杀这两个人？我有可能是这两个车长啊！快来清查，就知是贼啦！我是贼！我讲哦，你唔通用抓着哦，就到我咧看清一下哦，我是跟你无熟无识哦，出面，才交你处理啦！无啦，阿明问到钱，你敢听？我听无啦，你家己走啦。七星狗啊，随我来吧。哎，你是在讲啥？那是阮的大事呢。啊，即马讲啥物拢无啊啦。行。这最烂的一只啦！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，也够烦的啦。后面嘞，你看啦，咱亲像后面都有痛嘞。莫去，别惊，这无成啦。咱以前吼，咱揪迄个鬼魂都有痛，拢是爱摕刀仔出来撩吧，安尼才成。你莫去讲啊啦，愈讲愈准。啊，你阿妹，啥物人要来救我啦？什么呀？不用呀，你奶奶。我头早出来啦，啊对啦，春碧啊，你讲食因的金心，我定要脱胎换骨，这敢是真的？应该是真实，今嘛春姐办法当救你。你肯定是换天条嘞。是啊，林氏啊吼，一定落十八层的地界啦。哼，我今嘛就咁要活袂成啊，不管我死去安怎，搁再讲，我伫个鬼门关，高魂使者的仙气我拢吸过啊，我敢要惊林氏？我领有三魂七魄，死后这阵哦，你的降魂去王母娘家去，所以这阵情，你会失去记忆，也阁有六亲不认。姚安甲准家的降魂，还佫伫咧王母娘的身躯内底。什么啊？赶紧动手，该安怎做就爱安怎做。哎，事到如今哦，要抬要挂随在你啦，你要吃你就吃我的吧。你把我兄弟放走啦！
无喏，我三肉较好食啦。你看伊遐肥着安尼油落落吼，你若甲食伊肉，你一定会中脑血管会中风啦。吼，紧紧留下肉来食，你愈食愈煞嘴啦。无啦，你要吃了我袂讲啦。伊哦，愈愈吼，佫会气魄歹食啦。你要食你食我，食我啦。准备啊！无你先丢毒啥？我来。稍等下啦，我也不是东山宗啊，你吃我的肉，你也不会重新分了嘛，吼、哦。东山宗，等下啦，其实吼，恁误会啊啦，要吃我的金身，不是爱吃我的肉，是爱吃我体内的金丹，安尼唔就好。金丹。啊、哦，对，迄金丹吼，迄是阮修行的法力啦，我即嘛是肉体。啊，这种臭肉体哦，啊，吃了哦，恁恁一点嘛不不好嘛，吼吼。什么呀？因讲有敢是真的？我嘛唔知，啊，不过因讲因敢那有道理。什么有道理呀？根本就是安尼啦吼！你只要跟我嘴对嘴，你就会当把我金丹吸出来，恁就会得到我的修行，啊，嘛会当不退瓦骨啊。好，反正我也无什么损失，吸就吸。恁若是敢骗我，我会让恁死了更加歹看。人呢？系啊，林雕安甲云云吸走啊！靠！去啦！有打！哈哈哈！有打！哈哈哈！哎！阿斌呢？阿斌到底是用什么方法骗王慕容将干云拖出来啊？我就听到你讲东山宗啊，迄个东山宗哦，就是十世修行的金身主来转世啦。啊，迄个长生不老的吼，不是伊的身躯肉体，是伊的修行。所以吼，我就想着这个办法来骗王慕容啊。吼，哎，你是这个方法哦，有够赞的呢。啊，不过我爱你爱到真正足忝的呢。啊，不过你教我爱。啊，真的。阿平，你来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搞我骗啊？你两个黑白面的吃大胆，我一定要给你拆吃老爸。啊，不然你吃我的肉，你会得肠脑筋啦！你吃伊啦，吃伊啦！阿斌兄弟，我想干吃伊啊！这废弟爱死啊！这是吃我啦！好啦，吃谁的拢同款，我先吃再搁讲。王无聊。王慕容，你头道出来，别给我无看面。我这边传人要抓你，你别搁想要杀人，赶紧收手就。你来放心啦，都已经有人要甲你救啊啦。哦，你这个妖小骨啦哈，你这尼啊轮命，这届吼，我看你要走倒去啦。小英，你赶紧甲因讲，我唔是王慕容，我是刁安。阿爸。伊唔是王母雄，是刁安呐！你莫有白来呢。秀英啊，伊吼唔是你做阿迄个刁安呐，伊是王母雄啦。因为吼，伊个刁安个丹魂接去啊，所以刁安唔才会将足侪代志拢放袂记哩啊。啊，顶多是伊啊，伊有刁安的记忆，伊是要来甲你骗的啦。咁真实嘞？我，啊，我是真阿伯啊！啊，我亲目睭有看着，我骗你要创啥？啊？你两个是真阿伯啊？敢那是的，七爷伯我捌看呢，有神呢，啊是讲哪会遮奇怪？七爷伯啊，啊哪会变做是你幼神啊的迄啰细汉的哈？啊好啊好啊，我亲眼就看到伊要杀我，伊就是王慕容。对，秀英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今嘛调安的教训啊，已经叫我吸来，今嘛调我捌倒来底，啊那你唔信哦，你问王慕容啊。看卖敢讲会出你甲刁安进前所发生的代志。秀英，伊是要陷害我，你千万不要听伊的话。你若是听伊的话，你就会永远失去我。
我无想要失去你。啊，不过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你若是刁安，你一定有法度回答的。你一定会当找到一个比我更加爱你、更加疼惜你的人，一直把我放袂记，好不好？除非你亲嘴讲，你无爱我。我无爱你，我无爱你，我无爱你，我无爱你。安尼你听有清楚啊袂？我问你，是安怎当初你无爱我？阿弟。你是怎樣？我沒事了，只是我聽到他說那句話，我的心就變得很艱苦。要哪會這樣？秀英這樣問我，一定是挑意過的。林條安哪有可能不愛他？我現在失去林條安的記憶，我一定要趕緊想看看他們說過什麼話。我在這死之前才可以救你的命，我已经都没危险了。我曾经自头到尾都是爱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你不要离开我。秀英啊，我哪有可能不爱你？我把对你说过，我愿意为你死，我都愿意啊。你是王武雄，快来抓起来！快点啊，动手啊！别过来！等等等，武雄爷，你是在创啥啦？王武雄，你骨卡射出来吼！夹锁就是夹锁，紧把我查某囝放开哦！囝若无，我唔帮你锁。无可能，代志到这来啊，要死，大家做伙死！柯总部，我无得替我爸母报仇，我就拖你查某囝。做下落去阴曹地府，让你痛苦一世人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别跟我们太难了。出面，放开，出面，放开，死人啦！你唔通哭，阿爸，只不过是为着过去所做的罪孽，想着你，你也好好啊活落去，阿爸，阿爸在天之灵一定会保护你，阿爸。这个柯总部吼，嘛算是替因查某囝挡死劫啊！秀英啊，这个生老病死吼，想拢想袂过啦，你着看较开啦吼，阿爸。柯总部，时辰到啊，随我来吧。哈？阿姐。你两个搞我对不对？到底是不晓得。本该你有啥物好听好讲的呀？我听你讲来讲，你废话遐侪，创啥？紧讲紧讲紧讲，讲啊！刁安，刁安，我求你别把阮阿爸分片收走好不？刁安，不好啦，伊即摆已经六七不灵啊啦。不会啊，我甲教训向伊，伊唔知啥物拢会记。啊，你知影？啊，卡手卡紧的啦。哦，啊，我真急，我真急，急。我卡紧，卡紧。恁两个啊，真正是好大胆，唔拿做了阮办代志，阁想要等我回来？我真急的，我真急的。
这边。人咧，伊抓着因哦，替阮囝报仇啦！咱过来让看卖，千万不要走去。好，行。我刚才无见人发现，吴永兄，赶紧走。吴永兄，你那老皮货！我，春美啊！吴永兄，你是安怎啊？我刚才袂用个啊！哪会这么紧啦？柯总部现在已经让我抬死了，我父母的仇我也已经报了，现在我整个人感觉很轻松。春美啊，是的，我可能无法度继续陪伴你啊。吴永兄，咱一路行来这尼啊辛苦，唔就是为着要等你报仇啊？迄一天，咱来去过咱的日子，敢讲你拢袂记哩啊？我无袂记的，春美啊，是嘞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可能做袂到啊，还佫。你千万不用为着要替我报仇，增加你的罪业，知影无？无爱啦，我无爱你死啦。吴永兄，就算讲要用我的命来换你的命，我嘛一定救你回来，因为我真正无法度无你啦。我，吴永兄。你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春美，春美，你给我放开啦！我弟弟，我给放开啦！你来咬我弟弟，你咬我弟弟！今天的大头啦，兄弟啊，怕！哎呦喂！阿妹，怎么又怕死了？这个马先生赢了！我爸叫你滚！灵符小化江河海，好光现世照天开，一道灵魂定乾坤，神兵急急如利刃。大姐，陈春美，甲陈世芳赢我。系啊。哎，等你，七阿伯啊，歹势啦，为着要救武雄兄，只好牺牲你。放开，都放开啦！陈春美，赶紧来啊！我死都救不了啊！谁是跑幽灵？瘦瘦俩人。谁是跑幽灵？爱恁死，卖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安怎安尼啊？时间未赴啊，该倒啊！你在做哪？不要对师父动手！你是在讲啥？闪开！生死簿爱恁死，恁是走袂去的。恁祖宗修魂已经犯了天条，本将军在此，爱恁魂飞必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师父，你先走，我把台湾冻掉的。你是在做哪？闪开！师父！修炎，你一定要把我阎王叫来，我家掉了。
哪安尼啊？干，你刚才你在创啥？我当然知影，我是依法办事。你，刁安，刁安，你伫倒？刁安，刁安，你去找刁安，把甲符分给伊，干阿剩一个办法啦。小英，唔通啊！人讲要死的人，就会当看到七爷甲八爷。秀英，刁安，你回好弟弟啊！姐儿，姐儿，你嘛回好弟弟啊！秀英，秀英，你放心，你袂死。你阿爸为着替你挡死劫，已经牺牲啊！也毋过你是安怎遐尔戆？为着要看到我，煞去自找死路。我无想要你变作一个冷淡无情的人，迄毋是我实在的你，所以，我一定要把甲分享给你。对啦，咱阁有一件代志要做，就是要把迄生死簿抢回来，咱袂当让迄陈翠美摕生死簿乌白来啦。嗯。船长带人过冰吹啊，咱翻头转去看卖。爹呀！阿母哟！哎，跟他死啊呢？春美啊，王母雄已经死啊！阿母甲班主拢伫遮呢，啊，袂紧，看袂着咱。哎，刁安，俊杰，你哪会变七阿伯啊？俊杰，真正是你哦！啊，你即马变作七阿伯啊，以后阿母都看袂着你啊啦。阿母啊，你莫哭啦，我甲刁安即马是迄双凤爷的保障呢。
你应该怀疑较对啊。安尼嘛是对啦，阮家遮尔啊敖吼，我应该欢喜才对啦。王母娘，时辰到啊，行吧。我阿爷，等一下，和我甲春美也讲最后几句话，好不？好，有啥物话赶紧讲。春美啊，你莫哭啊！我一世人失去的物件太多太多了，这几年加在有你在我的身躯边，我就无遗憾啊！答应我，把我放袂记的，去找你应该找的幸福，安尼我才能安心离开，知影无？不要听。准备，调安，是的，恁两个人是去我害死的，我罪孽深重，等你离开啊！行吧，随我来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雄阳，雄阳，拜见雄阳。起来吧，你两人在执法的同时，带有灵精味，会当让王武雄心甘情愿跟恁走，代表讲恁两个已经会用担大任，准备接班了。多谢新凤爷，也唔过，阮会舒服因。小凤爷有讲，咱的任务完成啊，已经恢复咱的神智。冇唔对，以后咱师徒就会当继续替小凤爷做代志了。刁安，你真正要离开我？秀姨，咱这世人的缘分已经尽了，刷落来，我爱待伫咧师父的身躯边修行。等到功德圆满的迄天，我会去投胎，等后世人才过做翁仔母。好，那你讲好，后世人可别做翁仔母。好。一言为定。阿母啊，我嘛要上来去啊，啊你也好好保重诶。会啦，我会啦，你放心去啦。真好，恁大家拢会将这念放下，那恁因两个就心无挂碍，会用专心修行啊，行吧。徒弟，行吧。行。